你要打到冠军吗？拿另外边拿好，你越拿越紧。愿意拿这些。
他应该就不能剪，所以才会硬去剪，然后就比较接近。介绍阿姨的名字，然后这个非常重要，介绍电梯。我看好几分钟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裁判，一人的裁判。永康可以打到多少打到三万八打到一样还会他们打我那么下，为什么他们打我那么下，为什么他们打我那么下，为什么他们打我那么下，永康打我那么下，有点夸张。台湾嘛，多管一点。就会放在这里，后身吧，再生比较好。哇！他们这一届已经跟对方打过三次，第一次输，第二次输。但是台北不是你好去。不是台北，台北那也是一个很经典。你的关键是有抽进来几斤多少？正好刚刚在，你可以抽一下吗？看，不是他们刚才打没有看我。他们的计时方式不正确。
不要这样。台湾人啊，我走出去。拿绿茶先啊。好嘛。你不想看我一条这条肉几块？我打基本上都有一个了。有啊，拿到了。奇怪了，对方在一年之间变成了。没有，变成是你们输了。是变对方的路。你看那没有啊？你看那个什么，他没失误，然后就才，他没失误才那么一分，他输就五分。没失误呢。我没有吃过，因为你根本都没有接到球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你也接到，接到。他打三垒啊，一直在打三垒，接杀。你接杀？他打过我的头就接杀。接，你手伸起来接杀。啊？你手伸起来接杀。他是就打过来嘛，我第一次就接。跳起来，真的假的？说。你用跳接接。你是牛嘴红啊，他手跳的哦，跳看到。郑永红第一局走秀的，第二局啊，啊第一局啊，他被这刚看几手的，啊高永去走了。人生太重要了，我们快点。
做到。我
我进去。